1150 1152 152。那你好，请问你们在租房子吗？才刚播上，我照片都还没有放，就有人要来签约了。太奇怪了吧？这年头还有人想要住地下室哦？如果你们家长之间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希望你们可以解决，然后不要影响到小孩子。那你觉得这种事情是我一个人就可以改变的吗？你可以努力一点啊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没有你依然灿烂。